看看麦鱼一大早准备了多少这个吃的，弄的啥玩意儿？多倒是不多，啊？不多，那你弄了？想刻点字。那你弄了快1个小时。有1个小时吗？才半小时。我还在外出去这溜累了。你看这什么？生。像不像？嗯，看一下，这样近子。看一下，挺像的啊。生。嘿嘿嘿。哎，今天给我做啥吃啊？嗯，给我做什么吃啊？你不要给你吃做面吃吗？做面吃啊？嗯，你果子要过来啦！你也把这个，别给他我的心血，你再给他买。这个可以给你，这个可以给你啊！太在守着了。鳗鱼今天给我啊做这个寿面啊，是吧？嗯，寿面，你还切干啥呀？我怕弄废了嘛。啊。多切几根，拜拜。啥时候能吃饭呢？我饿了。快了，还差两个字，差两个字。做这个雕刻啊，是拿这个牙签嘛，牙签慢慢弄的。牙签先刻个模型出来。啊，人家网上也这么弄的是吧？嗯，然后再照着他这里写那个什么。嗯，我感觉有点像写那个空心字一样的这个。看到我们家鳗鱼那个认真的模样，有没有需要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呀？你就等吃就行了。今天你最大，感觉只有今天是最大的。那我就啥也不动了，我就看着你。放个音乐给我。可以，给你放个音乐，music。我已经看到和你锻炼的过程。放轻音乐吧。这首歌行不行？可以。坐着，我有点饿了，好像啃一口。你的狗子，你干啥呀？它喜欢吃胡萝卜。是。等一下给你煮一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就看着你，感觉本来想买那个面具子给你拉一条面呢。是吧？这边没买着。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拉，好不好？拉面具子。我们三一起对着肚子吧，再吃一个这个。哎呦！哎呦！番茄坏了。坏了。他那个感觉是要一个一个检查的嘛？真的要一个个检查，这种包装好的东西还是要检查。哎呦耶！都坏的。全是坏的，这前两天买的那个普罗旺斯番茄嘛，啊，平均好像要5块钱一个的哈，在那个底下，全是坏的，其实没注意看到哈、没注意看，我就翻了一个在表面上的嘛，表面上我说给我换了一个，然后底下没看，我去，坏了又烂了这样子，这烂的不要吃了，这个也不行啊，哪一个好的？先把好的吃，番茄水果。辛苦了啊！那新疆也有这个普罗旺斯的，倒是尝尝新疆的。对，哎，好吃。这个好像是海南的。好的哟。我要吃番茄比吃苹果容易饱。来一口。下面来一口。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. 鳗鱼刻好了啊，看看它的成果。生，你的摆好嘛？你这我都看不出来。生日快乐，筷子不好丢，你看断了。好惨呐、我准备给它补一补好了，这筷子太难掉了。你把牙签弄下去了？你看看怎么样给它？我来弄吧。给它补个手上去。哎呦，这筷子有点丑。还可以吧？生日像不像？像。生日快乐。再给你个爱心。给你个。弄了一堆渣渣。渣渣可以给阿白吃，不浪费。
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香菇，香菇给它开个口啊。嗯，弄得好看一点。这个小番茄，这个番茄，每一个它都有点那个坑坑洼洼的。这两个还有这两个就是有点烂掉了，没看清啊，下次买东西要看清楚一点。这烂掉了，5块钱一个呢。哦，对啊，这也烂掉了，那烂掉了，那烂掉了，削掉吃吧。要烂水果不要多吃啊，烂水果。这蔬菜，蔬菜烂了也不能乱吃。削掉一半应该没事，感觉它应该是磕的。嗯，应该是磕的。破蛋。破蛋。再给你说。好了啊，大白也在下面等着呢，你看他。没呀，是他的面前快弄好了，在摆盘呢，不给我看，说待会上上来给我看。那行吧，那我再给你5分钟。大白在叹气了，听到没有？还挡一下呢啊！啊，好了，让我看看吧。噔噔噔，好看吗？我的天，有点粗糙哦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好不好看？啊，破壳蛋呢？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婆。哎，对哦，还有一个字没放上去。丢丢，好吧。刻了一个大的，觉得太大了。大不大？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嗯嗯，好，我可以开吃了吗？哎，大白跟我一样激动了。哎呀，对对，给大白也煮点那个鸡胸肉，还有这个胡萝卜、土豆啊。雕刻剩下的，雕刻剩下的。大白，大白吃这个土豆泥啥的。剩下一个虾也给他。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啊？好漂亮。好漂亮。要是我肯定想不出这么精致的那个这个面出来。再配点水果，杂粮。哇，看一下，生日快乐！就是有点费时间啊、哦。还有两个双蛋，哎，这个创意不错、啊。破蛋日快乐。嗯，这个破蛋日不错，挺好玩的。看你节奏清淡，给你调了个汁，等一下再吃了之后再倒进去。哦哟，这么贴心的啊！你这做的这么精致，让我痛喝下口啊！压根就舍不得吃啊。舍不得吃啊？咋吃呢？都饿了吗？都饿了。做这个确实是有点费时间了，主要是那个字太难刻了，其他的还好。咋吃呢？咋吃嘞？嗯，看着他吃，感觉哦，看着感觉非常的棒哦。赶紧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！哎呀呀呀！第一口面啊，一口夹多少吃多少啊。大白，等一下给你来点面吧哈，流口水了。好吃。好不好吃啊？没味道吧？要配这个，要配这个，来沾一点。浓浓的，浓浓的爱意啊！香香，好不好吃已经不重要了，是吧？好吃。啊，你沾一点这个，我给你勾兑的汁。勾兑，跟勾兑酒一样的勾兑。嗯，也不错。有味道，有味道。那蘑菇呢？对，那个蘑菇，你看我已经切得很开了，它还是那纹路还是没出来，气死我了。这个蘑菇给我做失败了。没事，这蘑菇每次划没划好。好的，这酱料调得不错啊。来把这个掉下去吧，怎么样？倒下去，倒下去。哇，这样是不是更有味道了？把这个汁倒进来拍更好看了耶，更有味道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有点被我搞乱了。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更有食欲，看着。这整个面就有味道了。嗯，就是有点那个各种味道。各种味道，来，我吃这个小碗。尝一尝自己做的这个面啊。来，我也尝一下你的长寿面。吃完我们一起长寿。把我的长寿分享给你。还可以吗？对，还可以啊。加了一点这个酱汁更有味道。
大白也想吃。嗯，可能你吃个番茄吧，好不好？你吃小番茄。嗯，来，来，嗯。你这战斗力可以啊啊！这么大一盘面都吃完了啊？嗯。对呀，吃过也吃空了。嗯，这还有留着再吃下午茶。主食少吃一点哦。嗯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吃饱了没？饱了，饱了，饱了，饱了。哎，中饭都不用吃了。哎，中饭都不用吃了、嗯、啊！大白在我的呢。啊，大大白了啊。嗯，大大白了。嗯。来，给我吧，我来。我来吧。呀，我来吧，来吧，来。今天你啥也不用干了。是吧嗯，来。那这给你的，嗯，这个小礼物呢？嗯，嗯，你在那慢慢拆吧，我收拾一下啊。啊，小礼物呢？猜的是啥？猜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看到了，大白，大白，啊、大白这个也煮熟了，给他直接吃吧。哦哟，大白去拿碗来，碗呢？啊，拿来给我，给我。哎，好，给你弄来吃，弄来吃哦。哎呀，大白这也是满满的一盆呢，大白，嗯，来吃吧。嗯，你也过生日了，大白，哈哈。哎呀，这是狗粮啊，先喝汤啊，大白，他跟我一样先喝汤。好，慢慢吃吧啊。好，慢慢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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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环呢噻，嗯，手环呢？带着我们手环呢？你不是老说自己心脏什么有问题吗？给你这个可以监测啊，24小时啊，什么都有啊，也可以测试一下运动什么的嘛，啊，能量啊什么的，高功能啊，嗯、啊，不要老说自己心脏有问题，给你24小时监测一下。我还怕它叫呢，我跟你讲。嗯。你看也可以运动，刚好减肥嘛。你看，嗯，可以拿开来的。这下有一个是那个无线耳机，是不是？嗯，开车的时候可以接电话什么的也可以啊，还可以听歌。哎，蓝牙耳机也省了，是不是？会用了没有啊？嗯。还可以支付宝啊？嗯。啊？可以、啊。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可以支付啊？可以、啊。真的吗？对，你现在是可以吗？要开通是吧？就绑定一下就好了。绑定一下，用这个我觉得挺好的，嗯、挺方便哦。绑定一下吗、嗯？是不是？这次能看到我这个心率了。啊。每分钟多少次？嗯、啊，它有正常值吗？有。嗯。就给你看到吗？就是每分钟多少？啊、这你都可以实时看到了，不要老觉得自己心率不正常了、嗯、啊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支付那功能也不错。对。这个都有哈，嗯，还可以吧，可以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嗯，好东西，走，出去走走吧，好嘞，带大白出去走走吧，大白吃饱了吧，嗯啊，人家吃的开心的，你看他，笑嘻嘻的，啊，你也吃饱了啊，吃了那么多肉，嗯 嗯, 嗯，哎呀，开心了，走，去玩了，嗯，去玩了。哎呦，大白跟你说话了。大白跟我说生日快乐，我跟你讲。是啊。嗯，你的生日快乐。哦，唱歌，跟我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说话了的。来，运动时间到了啊。嗯。来跳一跳，看看那个准不准。每天要消耗多少卡路里啊？应该说达到减肥的目的的话，500。500，那跳看看跳多少才能消耗500？现在我才消耗了47个卡路里。嗯。47啊。嗯。我来看看。跳个，看要跳多少个才能消耗500卡路里？看一下啊。人家说你是个灵活的胖子呢。嗯。我瘦的时候。嗯，跳绳倒是挺。喜欢跳绳子。跳绳是挺轻的。嗯。有用吗、哦？有用啊，49，卡路里一直升高了，嗯、可以，哈哈，打得疼不疼？不疼。跳那个，啊，人家叫你跳之前，就跟跑步一样的，人家叫你跳之前拉伸一下，知道吗？
跳完精神抖擞是吧？我觉得我要跳个一年半载的，估计也能瘦。能瘦了，跳绳全身运动。对，来，来，一，哎呦，听这声音，哎呦，厉害啊！啊，哎呦，哎呦。哇，这么快的！张先生，有多少了？84。84啊？嗯。还没到100，休息一下。84，我才跳了40个卡路里。大白终于遇到个小伙伴玩了，这边牧挺灵活的，逗大白玩。大白追不上人家吧？嗯。嗯，搞笑。我用爪子玩啊！你看，大白追不上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躺地上去了。啊，两个公狗也能玩到一起，还可以。性格好的公狗是能玩到一起的。大白靠体重把人家压下去。他屏幕好灵活啊！他想，中了，啊，没啥影响啊，容易发胖，他会站起来啊，他好喜欢站起来，天天，大白生气了，你主人都不见了，你还不走？哦，赶紧走了，哎呀，回来了，然后还跟主人走吧。哎呦，大白，大白，啊，跑得好快哦！你看他，他跑跑又回头，你看他，舍不得，不舍得走啊！哎呀，这个无奈。你看他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啊，又来了，哈，啊，主人都不要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哈，啊，喜欢大白啊！你看他又走，啊，大白，跑得好快呀，啊！嗯，大白在这里眼瞪瞪看着啊，人家这回真的走了。大白，嗯，走了，大白。哎，你又跑过来了，你看他，那看看那主人又跑过来，又来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小玩伴了是吧？又来了，他好聪明啊，看着他主人没走眼，他又跑过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边摸好温顺，我的天，来，反击一下。